安省目前有两间学校因爆发疫情而要关闭。安省省长福特重申，对爆发疫情的学校会毫不犹豫地下令封校。他表示，任何事都已经放在桌面上，系统也正在运作中。他表示，安省目前的两间学校需要关闭，原因是两间学校分别录得三宗或以上病例。 他补充，验出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的学生正在进行自我隔离，而公共卫生部门也已确保受感染的学生不会留在学校内。福德表示，是否需要封校最终取决于安省医疗总监的建议。安省政府的数据指出，截至周三二十三号早上，学生的感染总人数上升至七十七人，教职员工染疫增至三十八人，其他独立人士则有六十五人，另与学校有关的整体感染人数达一百八十人，一百五 十三间路德感染个案的学校中，最多染疫个案是位于 Pembroke 的 Fellows 学校，至今有五人感染，当中包括一名学生及四名教职员。其次是位于渥太华的 m a n s i n e r Paul Baster 小学，共有两名学生及两名教职员工染疫。托儿所方面，过去二十四小时有五名小童染疫，职员染疫人数更增加至八人，至今有三十七间托儿所路德染疫个案，其中九间需要关闭。此外，安省省长福特宣布，由周五 二十五号开始，将有数十间药房会为没有病征的省民免费提供样本检测服务。福特表示，这是秋季防疫计划的一部分。该项名为“保持安省省民安全”的计划，希望与药房进行合作，扩大新冠病毒的检测能力，即可提高跟踪与隔离等功能。福特强调，未来数周将会有更多药房加入样本检测的服务。至于本周五开始提供服务的药房，包括 Shoppers Drug Mart、Medicine Shop、Village Square Pharmacy。 及 r a x e l 福特重申，省民应继续遵守公共卫生指引，当中包括戴口罩、保持社交距离及经常洗手。如果感到不适，应留在家中。